阿美，他是阿美，不是我刚才说早餐煮了。好，然后今天我们要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成果。那今天我们大概就是剪了三支阿美鱼原计划的影片，然后大概就是这三支小蟹，还有大概两个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在 FB 先试出这篇了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还有六支影片要剪，所以我会在尽快在八月一号之前先剪给大家讲。那现在换小蟹来讲一下，说他今天的工作进度。好，然后继续在苦命的处理，就是 Word 档转成 HTML 的开放格式。那这边是步骤。那今天主要是我想要先把资料存进 database 里面，之后比较好用，所以今天先把 database 建起来。那之后就会反复的在做 filter 跟存进 database， 最后会转开放格式，就是萌点开放格式的这张 data 出来。好，换伟霆来今天跟大家分享。我们好意思，因为阿美与萌点团队已经被阿美族影响，阿美族喜欢就是群聚跟集体活动，所以这一次的那个成果报告，我们就三个人一起报告。那我们今天就是把，那个三月在淡水区里面烤山猪的春酒聚报告文本放到阿美与萌点的 FB 粉丝页了。那大家还记得就是小谢那天教大家讲的阿美语吗？滴滴对，那我们再复习一遍。我今天吃烤山猪是古阿古马恩嘎咕嘟滴滴努法威阿尼尼。那大家可以讲一遍。阿尼尼是今天对。那如果我今天吃山羊肉的话，就会变成古马恩嘎咕嘟滴滴努西利阿尼尼。那个弟弟就是肉，弟弟奴法味就是山猪肉，对，然后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念一遍，就是古曼嘎咕嘟，弟弟奴法味阿尼尼，对，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吃烤山猪啦，但是这一句就是中秋节快到了，也可以学。那我们今天其实每日一次的阿美语是香蕉。那大家会讲香蕉吗？宝利，对，宝利。那这次香蕉是乌宝利吉拉安，吉拉安就是认识。那我如果要拿那个香蕉，就是阿拉安努宝利，阿拉是那个拿的意思。那对，那因为最近香蕉非常的 popular，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学一下香蕉。对，那我们可以再念一遍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每日一次保利，五保利吉拉案，就是这次那是香蕉，那谢谢大家。好来，那如果大家忘记了保利的话，记得保利打，没有打。保利就是跟阿美有关。